小李呢担心自己老公的身体，为了帮助他们两个人再次达成共识，珍惜这段失而复得来之不易的爱情，我们把老戴和小李再次请到节目现场来，有请二位。主持人你好。你好戴先生。你好，欢迎你走。气色不错，酒完全戒了。没有，可是比以前喝的少多了。平时呢，有些应酬喝点儿，完了呢。动不动的就对我就是，既打非骂嘛，完全对家里不管不顾了。那时候烦，睁开眼就是酒瓶子，就是不离手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就突然一下什么都没了，就觉得特别难受。有一句话嘛，借酒消愁，就是天天喝酒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他那时候就与世隔绝了，把手机都断了，不跟那个任何朋友去接触。到这最后跟小卖铺的人都熟了，他直接天天给我往家送酒，把酒瓶子往一箱，往那个什么门口一放，人小卖铺的人路过一看啊，就给换一箱。唯一的外界联系是小卖铺送酒的。对，一家三口不能这么生活呀。我就说，那你不上班去，那你就我干脆把孩子扔给你。我狠心这样，我就出去打工去了，一个月就是不到2000块钱吧，就是靠这2000块钱维持家庭。那段时间过得太难了，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可以这么说吧。